一句话说对 so in love，双 S 可咸可甜。白色衣服那个女士。好，好，谢谢松韵。其实这里有很多松果都在关注。我突然想到一句话。好啊。就是实力和颜值并存。好的，谢谢松韵。那其实有很多松果都有一直在关注着你嘛，可以用一句带有 so in love 的话送给松果做表白吗 ？So in love with you， 松果。好，谢谢松韵。谢谢。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可以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吗？可能要明年能看到了。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播啊？反正接下来就是一个《锦心似玉》，一个古装戏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的新时代之《因为有家》单元。那接下来行程方便透露一下吗？就粉丝会去哪一个方面关注你呢？就等着就好了。那之前有上过《综艺向往的生活》吗？这下面有考虑参加其他的综艺节目吗？有考虑。好，那这个《Show in Love》的作品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我真的是都很喜欢。是啊。可以介绍一下身上所有的产品啊，或者自己的最喜欢的寓意。最喜欢的对寓意，刚刚我已经说过了，他们的寓意好多。对。因为我们这个是单独出来的，所以可能会跟现场能够再分开一点的时候，再可以再讲一遍吗？谢谢。寓意。它是这个。亲身蜜恋嘛，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甜甜的，然后粉粉的，然后而且粉晶是非常独特，比较有独特性的一个东西，而且他们的设计理念都非常打动我。那松韵今天参加我们 Sony Love 的发布会，你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很好呀，深圳的朋友们都好热情哦。是的。之前有来过深圳吗？印象当中好像有过一次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，谢谢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们就差不多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新年祝福吗？就快过年了。对，接下来就快圣诞，换一个问题，谢谢。好。其实有拍过这么多的电视剧，有没有是哪一个角色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呀？每个都深刻呀。每个。你这个对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深刻？因为每个都有我的影子。好，谢谢。先看中间。好，然后右边。好，左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